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再度问鼎金鹰，感恩同行，谦逊致谢引发热议。赵丽颖在获金鹰视后，感谢同行吴越、李沁展现大气与格局。她凭借才华和努力塑造经典角色，赢得观众和业界认可。未来期待她继续贡献优秀作品，与同行共促影视发展。赵丽颖金鹰封后，谦逊致谢同行，展现演艺界和谐新风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姐，今天在这呢。陈姐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大家可以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观看吧。赵丽颖在获金鹰视后，展现大气与格局。在娱乐圈这片璀璨的星空中，每一位演员都在用自己的光芒照亮着前行的道路。而在这众多的星光中，赵丽颖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颗。近日，她再度斩获金鹰视后的荣誉，无疑是对她多年来演艺生涯的肯定与褒奖。在获奖后，赵丽颖发博感谢大家，言辞之间尽显大气与格局，让人不禁为她的谦逊与才华所折服。赵丽颖在博文中提到了同被提名的吴越老师和李沁。吴越作为一位资深演员，以其精湛的演技和深厚的表演功底，在影视圈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。而李沁则是赵丽颖曾经合作过的伙伴，两人在共同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赵丽颖在感谢大家的同时，也不忘提及这两位优秀的女演员，展现出了他对同行的敬重与惺惺相惜之情。赵丽颖的这份大气与格局，在娱乐圈中实属难得。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，很多演员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利益，而忽视了与同行的合作与共赢。然而，赵丽颖却能够以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，去欣赏和尊重每一位优秀的演员。这种精神不仅让她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也让他在观众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。赵丽颖的获奖并非偶然。多年来，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。从《花千骨》中的小骨，到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的明兰，每一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。他用自己的演技征服了观众，也赢得了业界的认可。而这次获得金鹰视后，更是对他多年来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。除了演技之外，赵丽颖的人格魅力也是他能够赢得观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和感恩的心，对待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热情和敬意。这种态度不仅让他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前行，也让他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榜样和偶像。这篇文章呢，大家跟着我看到这里呢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伙伴们，能不能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呀？展望未来，赵丽颖的演艺之路还很长。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她会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，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同时，我们也期待着她能够继续保持这份大气与格局，与更多的优秀演员携手共进，共同为中国影视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赵丽颖再次荣获金鹰视后，这不仅是她个人职业生涯的里程碑，也是她多年努力与坚持的见证。从早期的默默无闻到如今的举足轻重，赵丽颖的成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演员从初心到成熟的过程。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以及对角色的深入诠释，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业内的尊重。此次她在金鹰奖的成功，无疑是对她演技的极大肯定。在领奖时，赵丽颖谦逊地表达了对同行的感谢，她强调了每一位演员在背后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，表示自己只是其中之一。这种态度不仅展现了她作为公众人物的职业操守，更让人感受到她始终保持的初心。这种谦虚与感恩的心态，也正是赵丽颖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。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仅归功于她的外貌或运气，而是凭借她的努力、不懈追求与不断进步的演技。从《花千骨》到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，再到如今的《风吹半夏》，赵丽颖每一个角色都充满挑战，
而他总能以出色的演技给观众带来惊喜。他的角色不仅具有感染力，还展现出深刻的情感层次，这使得他的表演始终充满魅力。作为一名观众，我们不仅见证了赵丽颖的成长，也在她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她的坚韧与努力。她通过每一个角色向我们展示了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和情感。无论是勇敢的战士，还是坚韧的母亲，赵丽颖都能将每一个角色的灵魂传递给观众。她的表演总是充满力量，能够引发观众深深的共鸣。此次获奖后，赵丽颖的未来备受期待。她已经成为中国娱乐圈中不可忽视的力量，而她的每一步都稳扎稳打，为后续的作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我们可以预见，未来的赵丽颖将继续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，她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而从容。赵丽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，不仅感谢了同行，还对支持她的粉丝表达了深深的谢意。她的成功离不开粉丝的支持与厚爱，正是他们的关注与鼓励，让他在艰难时刻能够坚持下来。赵丽颖对粉丝的感激之情，展现了他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责任感和对观众的敬重。这种互动与信任，也是他能够长期保持高人气的关键。对于赵丽颖的粉丝来说，看到他一次次打破自我，走向成功，是一种极大的满足与喜悦。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，还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在任何领域，只要肯付出努力，坚守初心，终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。对于未来的演艺事业，赵丽颖显然有着更高的追求和目标。她曾在采访中表示，自己始终在寻找能够打动她的角色，愿意挑战不同类型的戏剧和角色类型。这种对艺术的追求，正是他能够不断进步的动力。作为观众，我们期待看到他在不同题材和角色中的表现，期待他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在当下竞争激烈的娱乐圈，赵丽颖凭借他的谦逊、努力和才华，再次证明了自己。他不仅赢得了业内的认可，还赢得了观众的心。这份成功背后是他十多年的坚持与奋斗，而他的获奖感言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同行的敬重与感激。这种职业精神和人生态度，值得每一位演员和观众学习与思考。最后，作为一名忠实观众，我们由衷的希望赵丽颖能够继续保持她的热情与敬业精神，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演。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难，相信赵丽颖一定会凭借她的坚韧和才华，迎来更多的辉煌时刻。我们也期待着他在未来能够为中国影视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，成为更多年轻演员的榜样。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仅属于他个人，也属于那些在他背后默默支持的团队、粉丝和观众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始终保持初心，勇敢面对挑战，终会有一天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。让我们共同期待赵丽颖未来的每一个精彩时刻，共同见证她在演艺事业中不断攀登的新高峰。帅气无法挡，王一博壁纸第43期上线，迷到万千粉丝。在光影交错的数字画廊中，我们迎来了帅哥壁纸系列的璀璨明珠第43期。本期焦点非王一博莫属，他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以不凡之姿照亮了每一位粉丝的心房。王一博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符号，它是青春活力的代名词，是时尚潮流的风向标。我们精心挑选的每一张壁纸，都是对王一博多面魅力的极致诠释。此刻，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场视觉盛宴中，让王一博的每一个精彩瞬间，成为你手机屏幕上的永恒风景。帅哥壁纸第43期，王一博，等你来领略那份独属于他的无与伦比的魅力。王一博一直以来凭借着出色的外貌、非凡的才华和独特的气质，在娱乐圈中稳稳占据一席之地。这次他的第43期壁纸上线，再次掀起了一阵热潮，引发了无数粉丝的关注与热议。帅气的造型和独特的个人风格，
让人们不禁为他的魅力所倾倒。这些壁纸不仅展示了他在镜头前的完美表现力，也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他的多面魅力。无论是冷酷俊朗的形象，还是温暖阳光的微笑，王一博总能轻松驾驭，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风采。第43期壁纸上线后，瞬间吸引了大量的下载和使用，粉丝们纷纷将其设为自己的手机背景和社交平台头像，力求将自己喜爱的偶像随时带在身边。从社交媒体上的热烈反响可以看出，王一博的魅力不仅限于其出色的外貌，更体现在他与粉丝之间的深厚情感连接。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，让粉丝感受到他的温暖和真诚，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男神。王一博的壁纸每次更新，都是粉丝们翘首以盼的时刻。无论是视觉上的享受，还是情感上的共鸣，王一博都通过这些简单的图片，向大家传递着积极向上的能量和生活态度。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，他不仅在音乐、影视、综艺等领域有着出色的表现，甚至在时尚领域也颇具影响力。他的每一次造型亮相，都会成为时尚界的热门话题，而这次壁纸的发布，再次证明了他无可撼动的时尚地位。对于粉丝来说，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明星，而是一个通过作品和行动不断激励大家的人。他的努力与坚持，给无数年轻人带来了榜样的力量。无论是舞台上的精彩表现，还是荧幕前的出色演技，王一博都以专业的态度和无懈可击的实力，赢得了业界和观众的双重认可。而他的每一次新作和动态，都会引发粉丝的高度关注和期待，这次的第43期壁纸同样如此。在未来，王一博的星途无疑会更加璀璨。他所展现出来的无限潜力，正是他持续吸引粉丝和观众的关键。他不仅仅是一个外表帅气的偶像，更是一个内外兼修、全方位发展的艺人。他的努力和坚持，激励着每一个追随他的粉丝，也让人们相信，只要有梦想并为之不懈奋斗，就一定能够收获成功和认可。最后，希望所有喜爱王一博的粉丝们继续支持他，陪伴他走过未来的每一个辉煌时刻。无论是壁纸的发布，还是他未来的每一部作品，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欣赏和感受。相信在王一博的带领下，我们将见证更多精彩的时刻，见证一个更加卓越、更加闪耀的王一博。每一个支持他的粉丝，都是他前行的动力，而他也将继续以优异的成绩回馈所有的期待和爱护。王一博，未来可期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